辣香锅吧。哎，那不去试孕吗？嗯，对，原来人家是白富美啊。那他想拍什么，他爸还不就得投什么呀？那肯定啊，不然你一个学校的毕业戏，人家为什么要给你投资影视剧啊？快走吧。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米总是因为你才投的成名在望是吗？什么？我是说，米总是因为你才投的成名在望，对不对？叮咚咚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想搞清楚原因。你管他什么原因呢？最后结果是好不就行了吗？是。如果是因为你投的，那我会真的想，我有没有创作能力？你怎么没有创作能力了？这跟选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，因为是我写的剧本。叮咚咚，你相信自己的剧本写得很好，不行吗？自信，我有啊，我当然有。嗯，然后呢？你想说什么？算了，也是八二，记不清楚。哎，